身体就要这样动。空中捡到石头布，跳起来的时候脚打开，脚交叉，脚变成石头。双人旋转跳，两人牵在一起跳旋转。抱直一跳，抱直在地板上，移动的时候要跳过去，像跳绳一样的做法。横渡抱直岛，就是呢有抱直的地方才可以踩。比赛哪一个组别可优先完成？抱直跑步人或者是面直跑步人，必须要跑步快到让面直掉不下来。夹抱直球，八字揉成筷子状，并且要把直球夹起来。比赛哪一组最快？圆筒抱直接球，意思是呢把抱直折成锥形，可以用来接球，看谁接得多，或者是可以像羽球玩法传接。一人呢用飞行，另外一个人在上面用跳的，那他要撑住这飞。